各位基督恩典中心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我们将会在2月24日开始第四梯的伊万培育课程。什么是伊万培育课程？伊万培育课程将会分成两个部分。首先是伊万生命更新营，是为期二天的营会。整个营会将会专注以下四个目标。第一，帮助学员认识教会，并委身于教会。第二，帮助学员探索内心的伤口，并除去一切的伤害和内心的污秽。第三，帮助学员撇弃孤儿的灵，并领受天父的心和爱。第四，帮助学员领受圣灵的充满。伊万培育课程的第二个部分是伊万成长班，是为期十周的课程。这十周的课程将会专注以下四个目标。第一，属灵习惯的养成；第二，基要真理的装备；第三，教会生活的尾声；第四，奠定成长的根基。我敬爱的两位牧师，谢谢你们主办伊万的培育课程，让我有70岁还能够来，有这个机会来上伊万的培育课程。在伊万的课程中，让我学会到更加的认识神。因为我上这个伊万课程是想更加的认识神，因为我信主4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跟神接近。最让我感动的，在这个过程生命中，让我能够与神更亲近，能听到神的声音，能知道神的话语。以前我是不会背圣经的，也不会写 QD 的。刚刚上第一课的时候讲写 QD 啊，整个头脑蒙叉叉，不知道什么是 QD。现在我爱上 QD。如果有伊万的课程主办，希望你们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伊万课程，因为在里面真正的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与神同在，怎样聆听神的话语。经过伊万呢个咧，就系、是、我灵修到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嘅咩啊？嗰、那个孤儿嘅心、孤儿嘅灵啊，我哋嘅心系同系喺入边嗰个孤儿嘅入边嗰度啊。所以我睇读嗰本书系咪差唔多我哋？我嘅差唔多喺孤儿先差唔多90% 喺嗰度咗。哇！我睇到系咪好唔得啊？要释放咗自己啊！但是我们怎样去灵修在伊温那里呢？很感谢主啦，一路带领我们怎样释放自己的心在那个儿女的特权那里。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，所以我们是他的仔女，所以我们怎样去灵修他的祝福在我们这里，就是我们就是感受到这个的释放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大家未join伊温的呢，来join伊温，你会释放你的心，同埋释放你的我哋嘅头脑呢度。我承认自己真的是突破了自己的生命，然后我自己已经心态上会有很大的改变。我觉得神的灵非常强烈的来到改变我。因为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一定亲近我们，然后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对很多的事情能够以神的角度去看得更远。点解我会上呢个伊万呢？有一日 ，Pastor Philip、Pastor Nicholas 或者甚至 Pastor Mary 讲道 ，after 讲道之前咧敬拜之后，佢哋会讲。请左右的什么姐妹跟他们说耶稣爱你。我就记得那天是谁坐我旁边 Dorcas where are you Dorcas 呢就在坐我一边跟我说耶稣爱你。我讲我知道所以我就坐完之前我就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你真的爱我吗？我就说我未咁快答应先，我睇下先。哎，
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要去千亿万。我又没咁快回答，因为你答应了一定要做的，神来的，所以我又这样很贫苦。我就讲一句说话，哦，我哦就参与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所以我在这里想问你，大家你们爱不爱耶稣啊？爱就要参与。但是为什么我都会参与？因为我想改变，我想要改变。上了医院呢，真的改变到我说是没用，要你们回，你们妈妈对看到我有改变没有？我的自信进来了。我的 confidence 越来越增加。啊，再有咩？我会 continue 读 QD， 因为我有非常好多 negative， 而家我 negative 变成 positive。请弟兄姐妹不要考虑，一万你们要上，不上是你们的损失。谢谢大家。